因为资金问题停办过几次的亚洲小姐，去年就刚刚开始复办，但是最近又开始存财困了。不过选美最重要都是看样子，其他嘢就平有平搞啦，但系连评判之一嘅罗林都忍唔住话，班佳丽个样执之前有少少得人惊啊！咁嚟到决赛啦，自然就系好翻啲啦。但系佢哋个表现真系会令人感觉到敬佩不足。连泳装问答环节的泳衣都是同前一日彩排的一模一样的，不过没事的，就算没钱亚视都是永恒的嘛。